到底在哪儿啊？你个老和尚，你早知道他在哪儿，就是不告诉我。啊，你真要把我气死了！就算我告诉你，你能怎样呢？把他杀了，你还嫌罪孽不够大？那把他请回来，你肯把皇位让给他吗？ 现在让他这样孤云野鹤，岂不是挺好的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得把他请回来。怎么着，叔侄俩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嘛。我什么都可以给他。当然皇上不行啊，那怎么的也是一家人嘛。我是怕我娘在地下受罪。 我爹又不宠他，我又给他惹了那么大祸。皇上，真是孝感上天。这件事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。我只是听人说过他在大水畔，而这大水是海的意思。海？ 快回去！
好好待着。哎，别关了，偷偷笑。我当您睡着了呢。爷爷，明儿咱们回宫吧，啊？咱不能总在这儿享清福啊。今儿啊，内阁大臣还有我爹，专门派我来请假。我这几天呐，总是梦见你太奶奶，这可不是好兆头啊。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，我现在不能死。爷爷，你看，要迁都回北吧，要把永乐大典修完吧，要击破阿鲁台部吧，至少打出50年太平。把魏的传闻不能再闹笑话。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，一并说了，我都替您办了。我派马宝修造大海船，沿海而上，与南洋诸国交往，寻找见闻。找到见闻，请他回来。我把这两样全办妥当了，我就不做噩梦了。想必你太奶奶在地下也少受折磨。若是你能见到简文，我又已经死了，一定要好好待他，替我求个谅解。爷爷，您北抗强敌，编撰永乐大典，文治武功都算得上是一代帝王，功过之间，相信后人会公允而论的。你说你公道，我说我公道。公道不公道，只有天知道。锁肉里，可就不好拔了。这是你们锦衣卫的刑罚。是啊，行军打仗住的都是帐篷，遇到下大雨，人就像是泡在水里。发烧打摆子那是常有的事儿。我这都是跟军医学的，怎么样，舒服多了吧？舒服多了，你可以再把我关回牢里去了。哎呀，我敢把你放出来给你治病，就说明我已经不怀疑你了，你何苦这么和我讲话？
黄大人，请你走远一点，给我腾个地儿，我给你起来磕一个大头。谢谢您的大恩大德，要再遇上这样的好事，我一定不会忘了。 如果你是锦衣卫，有人成天追着你要去赵玉里玩，你会不喜疑心吗？你在街上捡把钥匙，就能捡到赵玉的钥匙。哎，你问问这天底下，有人会信吗？你还信不信？你不信就算了。那扇门洪五年就封上了，在赵玉里混了半辈子的人都不知道有这把钥匙。 你跟我说说呗，你到底是什么机缘拿到这把钥匙的？嗯，算了，今儿我也不多问了。你还是问吧，要不然过两天又把我放回牢里去，这三天两头的来回折腾。 你还不如把我一刀杀了算了。说到杀你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，梦里边我穿梭在赵玉的地底下，有些地方是泥土石块，有些地方是密室，我发现我整个人是空的，什么都挡不住，于是我穿墙而入。 我知道，你是想救靖难遗孤里那个叫聂星的人。我不管你们俩是青梅竹马，还是有婚约在身，这件事情我替你办。真的？我答应你，你就别再多问了。 聂家哥哥，全靠黄大人的照料，你我才有见面的机会。相识那么多年，我竟然不知道你已经做了反贼。 黄大人要我嘱咐你，要想活命，须得说实话。
你还是躲得远远的吧。我这一辈子也不想当什么良民，你也不用说那种话。我与他单独聊两句。走。真是块好材料，虎背蜂腰螳螂腿，你不做锦衣卫当反贼真是可惜了。刚才门外那个姑娘跟我说，如若把你放了，她愿意与我共度春宵。你胡说，真当自己是打不散的鸳鸯啊？你要是死了，人家正值妙龄，凭什么替你守寡？再说了，是他求的我，答不答应还得看我心情。死了就是死了，各有各的造化。现在在你面前站着的，就是天大的造化。我知道，你们的家人在国家靖难的时候被误杀了，之后你们跑到了福建，躲进了山里，投靠了建文，日日密谋要刺杀我家皇上。告诉我，建文在哪儿？笑什么？我看你还挺像个人物，没想到一开口也是个草包。我们到现在都没被杀，那是因为我们什么也没说。你以为你把他弄来，我就什么都告诉你了吗？你痴心妄想。天下太平，单凭你们这些人兴不起什么风浪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家皇上一直想跟建文坐下来好好聊聊，聊一聊一家人自己的事情。你们何必要为他送死？皇上一高兴，兴许还能赦免了你们这些靖难遗孤。十年了，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。我爹是心不念原种，一生清廉，那个残像，我一辈子都会记得。跟我来的这些兄弟都一样，在这世上孤零零，就剩这一条命，你要就拿去。别在这废话。聂大人的名声早有耳闻，失敬。哎呀，看来我还真得想办法把你放了。不需要，咱们得有言在先。你和孙姑娘不管之前有什么约定，出去之后不能有任何瓜葛。她是良民，你是反贼，反贼的家眷会与反贼同罪。我可不希望有一天在大街上看到被活剐的是她。我不需要你在这假惺惺的。开门。魏长林透水市呈请公告，加紧石料运输。你去看过他们了吗？看了。你爷爷老了，
睡着了，死了，没人记得了。嗯，伸着脖子等他孙子来呢。行了，爷爷，您看啊，我有点累了，啊，来，躺下，咱们都歇会儿，好不好？啊，歇会儿，松松膀子。哎，树老搭了叶儿，人老搭了头。我这次回来，真觉得老了。20年前的事儿记得清清楚楚，昨天的事儿想不起来了。他们催我去看长陵，我说那有什么看的呀？我要在那儿睡1000年呢，连里边多少块砖我都数得清清楚楚的。多大的英雄也会老啊。嗯，你要是当了皇上，就可以着手修陵了。哎呦，太麻烦了，我就跟爷爷葬一块儿了。胡闹。嗯，个人有个人的地儿。你干嘛急我呀？我得和时间赛跑啊。我要迁都，要修永乐大典，郑和年底要回来了。嗯，递了个折子，说苏门答腊一带10几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子都要跟着宝船来京城进贡的。嗯，得应着不？你爹怎么说我？好好说，你要骗我，我一脚踹出你去。他说您是想一代人把三代人的事都给干了，把大家伙活活累死。我啊，常常梦见你太奶奶。你那时候小，没见着吗？我梦见他在受罪啊，被你太爷爷打。他生了一个不忠不孝、谋逆篡位的贼呀。爷爷，您不能这么说。这天下要是还在建文手里，不定得乱成什么样了。是，咱们进应天府的时候是杀了不少人，可是您不也开创出了一番大气象吗？文治武功，您一点都不输他唐宗宋宗，在我眼里，您是帝王中的帝王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你爹，你，我，你二叔、三叔，建文，都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人呢。真到了地下，还什么皇帝呀？地下100多个皇帝，还不乱套了？他们会联合起来不理我，跟现在一样。我好怕。
二叔，病好些了吧？啊，二叔，您躺着别动，千万别起来。这是哪个奴才干的蠢事儿啊？啊，这什么季节你们就点炉子？二叔，我让他们退出去，好让您透透气儿。哎，头呢？气都快没了。爷爷知道二叔病了，让我过来看看。爷爷说呀，这御医都给您备好了，随叫随到。二，三叔，怎么了这是？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着？太子爷让你过来看看老二咽气没有？三叔，别说太子爷闲话，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？这根本就不是闲话的问题。他当他的太子，咱们捧他。兄弟们关系不好，大不了以后不见。干什么呀？偷偷摸摸跟老爷子那儿嘀咕，非得把人弄到山高皇帝远的云南去。老三，这得多大仇啊！这是皇帝的意思。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要我的命啊？啊！你是替你爹来的，还是替皇上来的？爷爷让我来看二叔的病，说御医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。甭跟我说这个，该卖的命也卖了，该打的仗也打了，回去告诉皇上，老二身体一好，马上去云南。到兵部交差时，你也得让人爬起来，对不对？上门逼，你想把人逼死啊？就这么说啊。我哪能那么带话呀？三叔的意思我懂了。二叔，您好生歇着，我先告辞了。说好了，一点风都不能受啊！方子，爷爷让我把二叔的方子带回去，让御医给断一断，刚才差点忘了。驻守京城的部队换防，我去汤山把兵带过来，顺便陪你二叔泡泡温泉，明儿一早回来，你知道就行。那就辛苦三叔了。儿贼回来的正好，哎，你跟我说说，说说这套剑怎么弄？你看，你看，御医刚教了我一套太极剑呢，说我呀不能再胖了，再胖心肝脾肺肾都受不了了。昨儿晚上我就少吃了四碗饭呢，看我瘦了没有？瘦了，瘦了。胡说八道，怎么了？你这是神不守舍的，啊？刚才啊，我去二叔府上了，奉爷爷的旨意问他什么时候就藩。
一进门那屋里就摆了两个大火炉子，给我热的都上不来气儿。他一点汗都不出，这算什么呀？装病这不叫事儿。后来三叔来了，说的那话是怎么难听怎么说，还话里有话。哼，怨不得你爷爷老夸他呢，夸你三叔说，嘿，狗衔门帘子全凭这张嘴。他俩出城了。三叔说要去汤山带兵回来换防，顺便带二叔去泡温泉。这会儿换防，我怎么听着后脖梗子冒凉气儿呢？哼，天塌下来有高人顶着，你爷爷后脖梗子冒不冒凉气不知道，反正啊，哎，我是不冒啊。哎，你给我说说呀，你看我这老站不住，你看，哎哎哎呀，哎哎，找哪天的呀？汉王的折子，应天府换房是哪天啊？皇上已经把折子调到宫内去了，这儿没有。皇上调走了？杨大人，五军都督府换房这点事儿，还能惊动皇上？兵部没小事儿，既然你问起来，就好办了。兵部有件差事，你去跑趟腿吧。兵部的差事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没看我这儿正忙着吗？我还挺忙的呢。你不去谁去呀？叫撤撤！姑爷何往？让虎天来接王。是撤。末将胡田接过汉王、赵王。现在能动的兵有多少？紫金山两个营，骑兵、工兵各一千有余，三百辎重，三百水军，另有1500个挑夫子。挑夫子、辎重兵和水军我都不要，骑兵和弓弩兵各拿1000人。随我到京城换房，快去吧。末将领命。二哥，我看这事儿有点不稳当。老三，你害怕了？咱们这样是不是太着急了？朱瞻基这小子今天带着老头的旨意来探病，明儿兵部的官员上门，我这兵符是交啊还是不交啊？老头子已经起疑心了，兵贵神速我不能当。爷，你好寂寞呀！来，接着喝。
这位小哥是吃素的，不吃肉。去游湖怎样？现在赶紧进宫，按照计划三更时分把皇宫旁边的火药库炸了，制造混乱。我带军队一进城，这事儿就算办下来了。你千万要叮嘱朱瞻基，你小子就是个小老虎，长了牙肯定得咬人。这小子没那么可怕，我有一队人马盯着呢。现在这小子正在秦淮河和一群洋人们喝花酒，稍有点风吹草动，我就都能知道。好，三更就三更，我这就回去。老三，做大事不能牺牲，记着你二哥说的话，只要我做了皇上，天下就是咱哥俩的。没事吧？把你那位姓聂的朋友放出来，咱俩就见不着了。为什么？那天在酒楼，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冲上来杀我？为什么？杀人容易，救人就难了。我这么些年都是在刀刃上走过来的。行了，咱们两个各走各的路吧。北镇抚司例行检查。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例行查验，把库门打开。去，开门，我走了。进来，醒醒醒醒。哟，
快点！黄大人，黄大人，喝多了就吐了吧，吐了舒服。少说两句，姓黄的年纪轻轻就是四品大员，那又怎么样？他家里是皇亲国戚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再说小心扒了你的皮。舒服了吧，黄大人？别往这儿走，离远一点。我可以。别往前走了。我可以。我可以。说了，别往前走了，滚开，滚开。茶歇。